大家快看，我竟然飞到了特训岛的空中，站在空气墙上还能跳舞。这个方法是我和朋友无意间发现的，可以说全网知道的人少之又少。在学之前，你需要找名队友与你一起进入超体对抗，队友选择站在原地，而你去选择闪电兵，然后来到出口的这堵墙角，再使用瞬移技能。选择降落地点的时候要注意，一定要选择陆地，降落后再返回超体对抗。路途较远，一定让你的队友老老实实的待在原地。返回超体后选择炫彩技师，在使用侦察技能的一瞬间失去其他超体，这个时候就用到了你的队友，让他走到出口点击离开房间。哎，无论他怎么点都没有反应，这时你就要退出机甲模式，来到队友身边点击离开房间，你们两个就会从万米的高空中急速下坠，像这样。如果没有下坠，就说明你们两个成功了，并且突破了空气墙，站在空中还能展现一波舞蹈。Nice。在空中千万不要随意移动，不然就会掉下去。一定要记住，这个方法需要你的队友配合，大家可以艾特你的朋友一起来学。现在全网知道的人不超3人，趁现在还没有修复，大家快去试试吧。